厉害的。你看你准备洗干净，得用趴盆，用点地。你在看书吗，小朋友？我觉得你这个看着有点假的，快点去把这个衣服晾起来。姐姐都在洗碗呢。我喊你晾衣裳啊，你喊娃儿，一个男大，那是小男呀，厉害得很。我在培养他们生活技能，我在锻炼他们，晓得不？你衣服晾好了啊，快去把脸换了，我送你去画画去了。要得。你家小孩都在家里哈，我们做那爱情的研究一下这些。研究一下这些，焯好水。都在姜葱。大哥，你这弄的火锅底料啊？你看清楚噻，小浩，那是你们腌翅膀的卤料，那是火锅底料。腌翅膀我炒熟了，就拿起来卤起就好了。再加点酱油进来，朋友。好。烧开后，我们小火煮15分钟的，慢慢焖就可以了。朋友们，我们的腌爪已经煮好了，你们看。哟，那么回来就可以吃了。还有这个鸡脚哦，鸡脚味道如何？好吃，我觉得有点辣。辣呀？我觉得还好。我要入味了，香。你们明天还是这么勤快，好不好？我尽量不要。为什么？吃多了会腻。说明你不是那么爱，对吧？对。二十五二十。